这买的都是什么呀？翅中、豆腐、羊肉。羊肉。翅中、西瓜、火腿，这些都烤啊。都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今天同学带了一些羊肉，还有一些鸡翅啊，还有一些吃的，都是烤的。今天咱做一个红柳烤大串，趁着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，然后啊，美美的大伙儿都吃上一顿。这种红柳木的签子，烤之前得用水泡一泡，能用很多次。这个烤大羊肉串，吃的才带劲。这种钢签子就烤那个翅中啊、豆腐什么的，是吧？羊肉呢，咱要切成大块，因为这个红柳羊肉嘛，这个红柳这个签子比较粗。这几个腰子，一二三，五个腰子，两个白。哎，来，还准备了一块猪肉，一会儿也烤出来。不爱吃羊肉的可以吃猪肉。羊肉里刚刚放了二两腌料。再把洋葱放进去，来两个鸡蛋清，哎，放点鸡蛋清，烤出来的羊肉啊比较嫩。好了，腌制上一个小时，把猪肉和鸡翅也来点二两烤料，腌料。猪肉啊，鸡翅啊，也腌制上一个小时，穿肉了。红柳大串，一串穿四个、五个、四个吧，是吧？它怎么那么大的，好熟啊！看是不是进过来的？要对。这肉多么大，估计我吃三串也差不多了。开烤了，先烤上十串。哇，这大串肉是真大。刷上点油，烤着火挺呛。像呀，闻着味儿特别香。对呀、啊，专业的大厨啊！开始，熟了没？熟了。哎呀，快该吃肉了，快点吃肉了，非常香。这大肉块，一口只能吃一个。而且那个红柳的烤出来的味儿了，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。加点辣椒面，加点辣椒面。啥烤的木头？这个木头香味儿特别好吃，是吧？嗯。继续，一串是一串，大肉串吃的就是带劲。今天轻松了，有大厨在这烤肉，来，搞一个，等一下。放点辣椒，更好吃。好吃。
这是猪肉串，猪肉串也特别好吃，专业大厨烤的。好，这是烤的啥？行了，同志们，今天咱视频到这吧，我们也下期再见，拜拜！来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再见。拜拜。